今天啊，我们来到了天涯海景园啊，看这家亮的灯，咱们过来看看，有人吧？有啊，参观参观啊！哎呦，这是一个商品房吗？是。哦，这个房子挺大的啊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茶店。茶店啊，来喝茶的啊，不老草，神奇的草。怎么，你们是哪地方的？东营地方。是东营的。哦，东营，怎么今年冬天不走了吗？不走了，在这儿住了。在这儿住。哦，你们这是买的房子还是租的房子？公司的房子。公司的房子。对。哦，这边是个公司是吧？对。哦，在银滩，你们待了多久了？我这今年刚来，他待了三。我是2019年就来了。哦，你老家哪里的？东营嘛。也是东营的。啊。怎么听不出来东营的？是吗？他老家是诸城啊，诸城的，但是落户是落到东营去了。哦，一家人都在东营。哦，一家人都在东营啊。对。这住的怎么样呢？这住的。很好啊。我是过来偶尔的碰见这款茶，碰见他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。啊，我屋子里，你这屋子还算不算冷？你是靠什么取暖呢？啊？没取暖。没取暖。没有。啊，有人有人气。不觉得冷，真不觉得冷。这个哦，你这不是烧暖气了吗？不是，但是没烧。我来的，我一出太阳以后，这地方很暖的。很暖和啊。这个上边叫，下边叫，太阳以后在这边就暖了。哦，你也是从东营过来的？啊，我这一会儿一块儿。啊，一块儿过来的。那老伴儿呢？哦。中心医院退休，住在锦绣家园四区。啊，你锦绣家园呢？啊。哦，这不是你家，是他家是吧？对对对。哦。他的店，俺俩来给他看店。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哦，你这烧的是什么？烧的什么？这个？就是这个不老草。不是，我说这个取暖是。没取暖。那这是什么呢？靠电循环。这是电的，电循环应该是啊。一直没开是吧？一直没开。哦。还倒开的时候，等两天。不觉得冷吗？不觉得冷。我进这个屋子，外面因为今天外面比较冷。说进的屋子觉得还是比较温暖的，是，哦，挺好挺好，这个房子啊，这个小区怎么样？觉得小区挺好，太小了是吧？真的是挺好啊，真的是管理还行吗？管理比你那小区呢？比东营小区好很多，比东营小区好很多。我说，尤其是大庆二区啊，人家那门看得可紧啊，你进去车不登记。是不让你进，不让进啊！出来你超过多长时间，人家还得要审问的。进门就告诉你，你得多长时间，多长时间出来，看着挺紧。你看这两天疫情，东门封了，光建走正门。哦。看着非常严格。这样子的。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，物业费还低，我们物业费都特别高。哦、啊，你们物业费多少嘞？我们物业费1.7。一块七是吧？这里是那边是5毛，天安是6毛嘛。哦。嗯。哦，那你锦绣家园是高层是吧？高层，高层啊，高层，锦绣家园，锦绣家园四区，在这个北一路，啊，在东营的那个锦绣家园啊，我还我信银滩有个锦绣，叫锦银滩叫锦绣花园，对对对，我就说着呢，那今年冬天就不回去了，你们？不回去了，现在想体验一下吧，啊。冬天是多冷啊！想买个房子，想买个房子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嘛，我来了以后哈，啊，这个头脑很清醒，啊，什么什么药不吃了，啊，血压药什么什么血脂药也不吃了，每天早上一圈晚上一圈，哎，我头脑很清醒。你以前有什么病呢？以前就是没来那个季节以后血压有点高啊，啊，一冷血压一冷血压就高，现在来后就不用吃药了。现在没吃药，不吃药没事儿。不吃药没事儿，头脑非常清醒。头脑特别清醒，在东营不行吗？东营不行。为什么呢？你说？东营空气不行，这个空气的事儿吧。啊，空气的事儿。空气太管用。那你说这个银滩的空气和这边的和这个东营的都是海拔都那么低，也都是海边。你看，你没体会过啊？咱真说不清楚。啊。但是实际上呢，就是你像我吧，晚上2-3点钟我就得起来。起来上完厕所以后，在东营一两个小时睡个好觉，就得4-5点钟我才能再睡，就睡到个6-7点钟，就中间这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，到这来就没这种景象，没有睡眠好了，睡眠特别好，
再加上就喝这个茶，可能也还喝茶，哎，也有关系吧。我在威海的时候，不如在这边感觉舒服啊。在威海你也住过？威海我有房子，我买的房子。啊，你在威海有房子？我在威海，在职业学院里头，我有房子。哦，你觉得威海还不如咱们银滩好？哟，这是我这第一次听说。你早上起来以后啊，迎太阳，步行在沙滩上啊，到那个洞光国，然后再回来这一圈。那个心情真下午一圈，一般来过。这个早晨太阳一出来，我见那个阳光啊，空气，沙滩，嗯，那个沙滩一走的时候啊，靠着水边走是硬的。再往上走是半软的，嗯，再往上走那个不水打过的地方，那是松软松软的。松软松软，对。你要想练身体的话，在松软地方跑腿1000米，到那个地方跑腿3000米，到那跑500米，那个身体慢慢就恢复起来了。哦。哎，然后对大海的深深的呼吸一下子。看来你每天都践行这个，你是不是说每天去？你得多大年纪？现在这个大哥？北京那个哦，72了哦，身体状态很好。70了，哦，真的是养老的好地，养老的好地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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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上银滩来吧。你要退休的话，你过来啊，退休过来啊，那等我们退休过来吧。这一款茶呀，这含的这多种的微量元素，哦，真好。行。我们回头看看啊。